高兴的一件事，十四蹭足已经在轨近六个月了，现在迎来了来自地球的战友，而十五蹭足刚刚入轨要执行他们的飞行任务，然后在这个空间站里还有一个自己的这个同伴在等着自己。嗯，而且我们看到其实神十五呢有两位航天员他们是首次上天，所以可能对于这个失重的感觉他们还在适应中啊。可以看到我们神十四乘组的航天员们也在帮助他们，哎，这个摆好姿势，做好这个稳定的一些支撑。哦，这个画面也很有历史性的纪念意义啊。一个我们的空间站里有六名航天员，真的是非常热闹。真的，第一次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出现了六个人，是啊，还是挺激动的。是啊，因为平常我们看到的更多的都是三个人在里面忙碌着，现在有六个人。你别了，既然在太空中胜利的会师了，我相信他们可能会举行一个小小的有仪式感的。那么我们把位置看看啊，我在后面来那个。你在，这个两个脚先在前面，这看着我们俩并齐的这个脚先，这样的，后面两个，对，后面两个，这个，我在这里，对，好嘞，好，到时候我们一块对着前面那个啊，前面是我们的舱内定向 B， 我们一块喊一个啊，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，然后我喊个一二三，咱们就喊这句话，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。再比个大拇指 okay。 好，来，一二三，中国空间站永远